晴，跟老师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啊？冰皮。冰皮什么？月饼。哦，冰皮月饼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哦，你做了几个？你做几个？跟我讲，你做了几个？数数看，数数看，数数看，你做了几个？五。你做了五个冰皮月饼，这都是你做的、啊、哇，太厉害了。 OK， 那现在呢，好，把它把它捏紧一点，沾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手粉。手粉，我们刚刚是用冰皮加芋泥，对不对？冰皮加芋泥，然后沾一点手粉，然后再把它压模。OK， 然后呢？哒哒！哇！小厨师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，好棒哦！OK， 好玩吗？